哎，所以现在不能 shift 飞起来，对不对？不要，最好不要。shift 好，不我能一看飞到啊。别人，哦，空白键刚刚有啊。人都命名好了吗？剩我，靠。对，就是你。哎，哇，天哪，哇，这个哦，题目有现在够，赶快是不是？对，按一，按英文字母一。好，找素材，哦，找素材，找你要的素材，然后拉到下面，好像找地方哦。拉到下面以后再按右，然后再按一次一，然后在地板上按右键就可以盖了，好，懂吗？我查一下长什你好难哦，可是好好玩哦。你还没盖，你还没盖就好玩，这好玩好玩，右键，哎呦，盖出来了。哦，哎呦，盖出来了，第一次玩 Minecraft 的那个心得，真的，大家还真记得新吗？我奇。们都已经忘记了。真的好像找地方，你的两下才飞哦，要飞起来比较好盖。啊，那我声音变了。对，你声音真的变了。这样吼我是吵。我的妈！我的妈！哎，我下不去，哦，shift，吓死我了，差点要飞，不知道飞哪里去了。我要飞。哎。棍苏林城，林城也是很会画画的人呢。我，可是我不会操作它。哎、欸，等等，这个模式还是有限时间啊？没有。对，但是他不会限直接传。哦，不会把我们抓走，他会提醒。好难哦！你快点啊！笑死我了！你在干嘛？什么东西啊？我看别人都盖很快，你盖那么久。我不会啊，我根本就对不准。左键是把它打掉，对不对？嗯，对。好快乐哦！哎呦，好可爱哦！你好可爱，好可爱哦！不是啦，我说我在建造的东西。我是。好热。完蛋了，我觉得我会雷，这什么啦？万一盖的通常都不是雷，都是菜。对啦，对啦。对。哎呦，哎呦，导演。哎。长怎样？哦，好难哦。在哪个地方？我快不认识你了。哦，我是超好地方。哇，我的厚度。不要这样笑。你到底在干嘛？到底？决定用比较直觉的方式来做这个题目。天哪，我真的超不喜欢他讲话的。你们啊，你因为我声音到底变怎样？都不觉得他的声音让人觉得陌生。想要。制造一点点回音，让我的，让我可以听到自己的声音。哦，酷哦。哎，竟然没有聆听此装置。白痴，按错地方。我要聆听自己的声音喽。好、哦。哎。我的声音怎么了？哦，你。没有啊，没有差很多吧？是经过了什么？你那边变成被 Skype 变音了？No，你的声音真的，好其他人听到应该也是这个声音吧？是吧、啊？闷闷的、啊，闷的，要再换一个吗？闷闷的，还有其他麦克风可以换？闷的，闷的，闷闷的，找找看。Oh my god！到底在干嘛？
不会，我相信他们有慧根。没有，他们没有。哎呦喂啊！地板可以打破吗？可以，可以。哦，太好了！打破它，打破它，打破！哎、欸，我觉得我盖得很好、欸，我觉得我这样就可以了。嗯，好强哦！我想到了，好了，我改好了，哎、欸，已经超过二十八秒了，哎、欸，你要按 down building， 好，等我一下啊，盖好的人就要去按一下那个按钮，右键按哦，不起，右键根本就还没盖好、啊，总之右键就是使用或放置，然后左键就是破坏，记得这个，记得这件事情，怎么了？懂，懂，懂就好。哎、欸，啊，结束要按什么？按那个按钮，按钮，就是旁边、哦、猪旁边不是有个按钮？好难哦，傻眼到不行。这样比较够追。哦，觉得我盖得不错哎、欸。我觉得好难控制哦。就剩布奇跟菜渣。啊，真的、啊？声音呢？那现在有声音吗？有。有，但是也是小，我觉得小小的。就跟你的一样小，你认真盖啦，笑屁！好，哎、欸，已经负136、137了，你们太久了，不切。好，盖好了。这也是五分钟速盖。哦，行啊，速盖速盖。可以了，没问题。哎、欸，然后嘞，很小，我盖好要按什么？啊，旁边有个猪，旁边有个按钮，啊，右键点一下。好，看到了。好，剩菜渣。等我啊。好好玩哦，我盖了一个垃圾。你的声音感觉不像是从那边收到的。对。要像从鱼竿那边来。是吗？会不会麦克风从别的地方收到？在那个麦吗？我是啊。你有设定到那个麦吗？有啊。有预设 OBS 当然有啊。当。说不定你那个麦就是超小声，什么意思？要不然就是根本没抓到声音，然后对你没有声音，太大的声音是从鱼竿的麦抓进来的。喂喂喂喂，哎、欸，好像有了，很小，很小，很闷、嗯，已经超过200秒了。等一下嘛，设定一下。现在没声音了，什么声音啊？有爱哦，谁在用音结合？喂，没有声音，没有。你为什么不？你还是用原本的麦好了啦。用什么麦吗？哦，你用超立方的那个。不是吧？你先挡一下超立方。大家好，我是超立方。大家好，我是超立方。我是惊奇队长，这部影片真的非常的好看。相信很多观众朋友都跟我一样，很常讲这句。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，他会说什么？我真的不知道这部片到底到底想怎样？哇！我到底在弄什么东西？你还在盖哦、喔？你要小心，它随时会中断哦、喔。没关系，我其实也没在盖了，我已经有点。那你可以在旁边熟悉一下用法，再找个空地盖个你喜欢的东西。有声音。好，我来熟悉一下。喂，好可爱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这声音可以吧？
这个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那就是你了。好，那就是这样。耶耶，然后开始盖。我还有一个地方没设定到，拍谁？什么？哥哥 baby。哎，我这个装置只有一声道，哎。那一样回音就好了、啊，可以用啊。你按哪里回音的？就是麦克风输入音效旁边的设定，下面有一个进阶音讯属性，然后只要在左边那个降混为混降为单声道那个打勾就好了。哦，这样子吗？对。哦哦，来，好了好了，赶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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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就是猜，然后跟刚刚你出题的方式一样，右键哦，不要按左键哦。然后我拿到的是什么？太简单了，五个字啊、哦，五个字没错吧？对，五个字，五个字，应该是这样。天哪、啊，谁的东西、啊？五个字哦，五个字。这些低级人，你们一群低级的男女，我不管男女，你们一群低级。啊！被人敲破了。几个字？我、哦、没想到我竟然猜得出来，我竟然瞬间看懂了，真是太屌了！这个盖的，哦，好难哦。这个可以猜多久啊？尽量不要太久。好，我猜完了。哎，我字打错了，可恶！我再改一下。知道是什么了。呀啊！应该是这个字才对，好猛哦！这盖的真的很屌哎！哎呦，哇哇谁出的？我给他一百分，盖吧，盖的很好哎！繁星，是在繁星后面，就是都不用担心，看不懂。可是我前面是凌晨。不不，我不，我有，要开始歪了，猎头族。我们来看猎头族比较猛，还是凌晨比较猛？好难哦，什么东西啊？啊，就是那个啊，那个、啊、吧，我知道，猎头族啊，是什么？猎头族就是那个福谦盖的人啊。哦，你说动动身体的吗？然后就头上就放一个小头，真的很丑。福谦真的很烂。好难哦！来加油，五个字猜下去就对了。哎、欸，我真的看不懂这个是啥哎、欸，这个是什么鬼呀、啊？这个有打字。什么妖怪？什么鬼事？什么妖怪啊？什么鬼事？对，这个我真的看不懂、欸。什么妖怪啊？完了，我觉得好像有很多题目都一样，然后都被刚刚那个影响。该不会真的有人出？真的有人出这个吧？不是吧？我们刚已经不是已经说好？哎哎、哇塞！哎呦！哎呦呀！哎呦！哎呦呀！拿那个东西打猪哦，右键对不对？右。右键怎么是接这句？拿那个打猪。拿那个东西打猪、哦。不要乱打猪。不要乱打住！右键呢？右键呢？是谁？龟龟，快点、哎！这个真的猜不出来了，这个好奇怪、哦。随便猜啦，照着上面写。Ben 五个字。哎、欸，这个真的做得很好哎、欸。Ben 呐、啊，照着上面高手区的、欸。真的、哦，这个坠落真的有坠落感，好猛，好爽。好吧，盖的这他真的太了，这这我一定猜对，这我一定猜对。你觉得是什么？不讲哦，不讲。哦，我有三角啦，这是三角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我没想到，不是第二题是不是？哇塞，你们给这个，对，然后你要再盖一次，再按一，然后拿素材再盖一个，天哪！哎呦，要重盖了。刚我觉得那是同一个题目啊。哈哈哈哈哈！你看，我就知道会有这种。我靠，大概有人出同一个题目，我操！你们这是逼我盖跟上一次那个会黄标的东西耶！不要骗我，我刚刚有玩哦。天哪、啊，这是大家可以盖更快了。
同一个东西盖两遍而已嘛。对啊。其实我也忘记他具体。我相信你们对这个人物很眼熟，你们会在黄标那时候看过他。哇，这个、哦、啊，欢迎。你真是打错字啊！还有一分钟，就十二点了。哎、欸，好快！没有，一分钟就十二点了。天啊！天啊！天啊！这个腿怪怪的。这个题目也怪怪的。哦，这个要遮起来啊！啊，天哪，这个要怎么做呢？不对，如果真的做成那个样子的话，好像不应该让它跪着。干，你知道我在讲什么了？你一定是我不是，我不知道在讲什么。一定是你出的题目。哎呦，抓到了！吓了！漏斗有办法放狠的吗？没有。Shit！ 你想做奶奶？啊？你是想做奶奶吗？你好变态哦！啊，不然你为什么想把漏斗放狠的？我想不到还有什么东西需要把漏斗放狠。哎呀，你看不就知道了吗？哇！这样可以吗？可以。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跪着。怎么不小心就把他知道，他其实可以站着的。不小心做成跪着的了。好了，我当 building 了。我竟然是第一，哎、欸，我不是第一名，繁星第一名，好强啊！我，对不起，哎、欸，这真的是我用到活塞最多次的一次、欸，哎，别啦，什么东西会用到活塞？凌晨猜的答案，活塞。我这个。哇！啊，这样不错吧？哦，有观众说。把脚往前就变成坐着了呢，有道理。我觉得这就很好笑啦，从母汤变好笑。这我比较想要让他跪着，我不管。十二点了。还有谁？当 building 啊，来啊，当 building 啊。真的好好玩哦，好像乐高哦，太开心了啦！对啊，怎么好玩？太快乐了啦，很快乐啦。先不要快乐啊，等一下会被骂。可以这么快乐？
哦，我神速，我建筑师，我改很快。是建筑师八步棋啊？建筑师吗？爱假崩。不要那崩好不好？不要再欢了，靠北啊！洗脑了，被你们洗脑了、啊。哎、欸，怎么可以怪别人呢？哒哒哒哒咚！我要把它盖成那个样子，好烦哦。哎，我在聊天室看到奶绿吗？一回来就看到这个，干嘛？这不就是一个普通的女生在做普通的事情吗？在学习新知识啊。说知识吗？不错哎、欸。啊，要小鼻子啊？可以，要小鼻子就有小鼻子。这个鼻子怪怪的、欸。哇那哎靠腰哦，就说被洗脑吧。我要换另外一首歌洗脑你们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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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行啊！我亲娘娘。啊，你们好罗摩哎，很难呈现那个感觉，你知道吗？你们刚刚吹我们吹成这样，现在自己不行了啊？因为刚刚那个是第一次盖，跟这第二次盖通常都不会是什么合理的东西，你懂吗？你懂吗？懂吗？你懂吗？你懂吗？这些。哎、欸，会不会看到下一题也是同样一个题目、啊？根本看不懂啊，根本看不出来这是什么啊！好了啦，我好了啦，随便的啦。好了。哎呦。嗯好好玩哦，怎么那么好玩呢、啊？我可以来一场吃鸡吗？不行，你那个就要很久，到时候大家就要等你了。还有谁？龟龟，快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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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这个真的好难，我好了，我受不了了，不盖了，哦，不盖了。靠！我的天哪！我靠！我的天哪！为什么？结束了吗？哦，还没。干嘛？你是看到一样的东西吗？不是，谁怎么可能？有一个人盖一模模一样的东西，我不相信。天哪！一模模一样的东西。哦不！我的天，这到底是什么？哦天哪！我绝对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。一模模一样样哎、欸，这、哦、太屌了吧！我以为想说奇怪 bug 哦，什么东西啊？下一个人惨了，下一个人就是要盖一样的东西。好了，我出好了，谁还没？右键哦，不要左键哦，记得。我好难哦。这到底是什么？哎呦，等一下，这个人有巧思哦。巧思？对。嗯，好了，哒哒哒，还有谁？看这个人太屌了！哎，我刚真的，我说，看这怎么宕机了啊？一模一样啊！是怎样个一模一样？不会吧？难道你们？
完全一模模一样样。我在猜题目应该也是出的一样。我刚好就是在十二点之后开始变得可怕。我还没十二点就已经有人害我很可怕了。我一开始就很可怕了。还有谁？开关。我换我。右键右键。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打。你不觉得很可爱？打下去。